主料绿豆300克，莲子50克，辅料丁片糖3片，莲子洗干净，绿豆洗干净，把绿豆和莲子都加入到装有三分之一的水的锅中煮，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变得粘稠，这个时候加入冰片糖再煮5分钟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，把绿豆水沸时多余的壳捞出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